开心吗？发财了！绵羊心，来来来，羊心，吃不了羊肉，吃点羊心，好吧？来，发财！小米龙，来吃点小米龙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佳佳来一口啊！哟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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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不赞？没有买很多啊，宝宝。哎，兔肝要不要？兔肝要不要？佳佳，来点兔肝，等一下就拿出来烧兔肝，好不好？小干干，小可爱的小兔兔的干干。干什么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发财！王小，王小，金霞。嗨。金霞，我可漂亮的不酷啊。咋的？发财了，哥，发财。发出了吧？哎呦，当发财了。漂亮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前阵子差点死掉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六家，六家都把他鬼屋了。你忙死！一直来，我都烧死。我今儿不想打头，侬不要。帽子松了。那东西烧过去。哎呦哇，做啥啦？真的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激动了，回来。好了，可以了啊！我就说这女的喜欢我。六甲今天其实算收敛的，没有太恐怖。发财一贯都是这样卖萌的，一边卖萌一边还看着我，心里可高兴了。我是颜值和肌肉并存的，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心脏病。发财撸完撸六甲，今天的画面还算是温馨的。我光模糊了，模糊了啊！要轮流来，看下去啊。好的，雨露均沾，人人有份。那些看好，他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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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哎，他那个，熟了，坐坐坐。这是做啥呢？侬想搭了啥地方呢？想搭了啥地方？我只有一只手。老奶奶，我来了。可能小六家看了侬对吧？没有看了我。姐姐，你看看着你。不要看我。姐姐，他不理你呀、啊？他怎么不理你的嘞？姐姐。他眼瞎。那么讨厌哦，他是不是瞎？帅哥在他面前都没有反应。帅哥在我面前肯定会有反应。那已经瓦特了。你看没有反应了，你看看他。瓦特。姐姐，他怎么不看你的啦？好讨厌哦。我的眼中。